主席，各位委员同仁，好不容易能够在黄国昌委员后面讲话，啊，一以博士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争议的问题。七个在国会定场大放厥词，隐喻失意，都是大家不理解的哦。根本是在国事会议，哪一点是在国事会议？是在国事会议里面所要的，我们今天都处理。是在国事会议里面，对于最高法院院长、最高行政法院院长、最高法院的法官，本来是禁止他的，要全部用总统的特任，这个当然受到反对。刚才段宜康委员已经讲得非常清楚。黄国昌委员的版本是什么？我先回答你刚才讲的说，八年前我提出的版本是四合会版本，你今天还是用八年前版本嘛？八年前版本是怎样？在那情境底下，民进党只有27个人，整个法官要修正，当然司改会所提版本是最理想性的，很多法案都是用来叫板用的，来当然有立法策略的问题。我们过去看到，当马英九要停官审制的时候，我们提出参审制以及陪审制，这个就是要来整个立法策略运作的问题。今天在这种情形，在立法院比比皆是，但是在这里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理性的探讨。你现在把最高法院的院长、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、最高法院的法官，全部用遴选委员会，请问大家了解什么叫遴选委员会吗？遴选委员会全部是外部的，全部法官是票选，六个票选的，里面有律师，里面有检察官，包括法官的票选，包括社会工人士，全部是外部。司法院长只有一个人而已，19分之1，然后这样的没有道德风险吗？律师也参加进去，来任命最高法院法官，任命最高法院院长，这是剥夺总统的提名权，而且整个体制破坏。你知道这个叫改革啊？这个叫整个司法体制破坏，所以这个叫民主化，不是这回事情呢。请你不要再蛊惑，不要再。好像你讲的才对，你已经被揭穿了。遴选委员会来决定所有的最高法院的法官，全部外部人来处理，然后票选的，大概那就外面的人掌控所有的一切。这里面有级别之争，有什么都有，派系之争都有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性的课题，请黄国昌委员，你不要再妖言惑众。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。